你哋可以自由自在喺天空度飞，我真系羡慕你哋啊！但系我就唔得啦。我而家甚至连伸只手出去外面都唔可以。走啦！哥哥，系。求下你哋唔好啊！照咁睇，呢啲雀仔就系咁耐以嚟喺度帮你解闷嘅好朋友嚟咯。我有冇估错啊，雪菜小姐？正义猛男桑原和真，你是桑原和真啊？他感应到我啦、啊、雪菜小姐，正义猛男桑原为了救你脱离险境，已经千辛万苦冲过了重重障碍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都找到你啦！不要来啊，你都是快点走啦！哎呀等不是啊，猛叫我走，那个垂金权杖请了一大班妖怪来，你们只不过是凡人，不够他们打的。你放心啦，我们收拾了那些妖怪的啦。根本不可能的，现在在我身边就有两只啦。不要啊，请你不要再打他啦。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他正一人渣来，他曾经令你受了很多苦的。我已经见得太过多了，我以后不想再见到有人受伤，不想再见到有人要生活在恐惧之中，就算是怎样的坏人都好，我求下你啊，不要再伤害他了。